今晚去我屋企定系边度咯？我唔该，尊重啲。我唔系啲咁随便嘅人嚟噶。你又唔系第一次，嗰件嘢得啦，我有咩好唔该佢啊？人哋唔可以把口咁衰，唔可以咁贱格啊！我都唔介执二摊啦，你扮咩上菜啫？哇！梁书豪，你知唔知我黐线噶？ 小心啊！冇嘢嘛？阿姐，你發雞晚啦！唔好意思啊！想死啊，行遠啲，唔好累人累馬，死八婆！你鬧完未啊？使唔使幫你報警啊？ 系啊嘛，你个突然间飞出嚟，你估真系想死咩？唔该。你系咪唔舒服啊？我冇嘢。我送你翻去啊。我自己搭的士得啦。我哋系咪应该坐低倾下？ 仲要倾啲乜嘢？ 乜唔系已经倾好晒嘅咩？ 所有嘢都系个意料之外啊嘛。以前嘅嘢，我唔想再提。你就当帮下我，等我过翻自己嘅生活。Come in， Sam 哥。 有冇嚟探我啊？系啊。又攞袋咩上嚟啊？唔止啊！噔噔噔噔。电脑网页设计专业文凭，咁快毕业？你读咗3个月啫喎。个 course 系3个月噶咋？系咪真系咁叻噶？睇下你咪知咯。可以俾你睇啦，就呢个啦。呢个 homepage 你做噶？系啊。 系咪好得咧？真系似模似样喎！唔止似模似样啊，系包罗万有啊！嗱，你睇下啦，有鼓出嚟嘅个人简介啦，留言板啦，聊天室啦，仲有每本书嘅故事大纲啦，仲有啊，5本书嘅封面我都摆埋落去。真系好齐全下喎，嘥咗好多时间噶啦。时间就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啊挨下眼瞓就有咁好嘅效果啦，又可以俾你赞下，抵翻晒啦。 叻啦，点啊？喺骄阳社嗰度做得惯唔惯啊？好好啊，Simon同阿Don咧好帮我噶，仲有朱 Sir 赞我做嘢有条理，好帮得佢手。咁叻女，应该要奖励喎。奖咩先？暂时未谂到，谂到话你听。啊，过两日咧 ，Tracy 喺澳洲翻嚟啊，我谂住搞个大食会嚟欢迎佢，你一定要嚟噶。我梗系去啦，记得之前咧好辛苦先搵到机会 send 阿 Tracy 过澳洲做手术。 本来谂住做完手术之后，佢可以行得翻，可惜啊，结果都系失败。所以朱 Sir 话咧，我哋要俾佢知道咧，仲有好多人系锡佢嘅，等佢可以开心翻。梗系啦，Tracy去咗澳洲成半年，佢一定好挂住我哋，所以无论如何嗰日咧，一定要令 Tracy 尽兴。知道。冇咩钱咧，买手信俾你哋啊，所以咧就攞自己影咗啲风景相，做书签送俾你哋啊，希望你哋中意啦。 你整得咁有心思，我哋实中意啦，系咪朱 Sir？ 系，我都成日鼓励你哋 DIY 噶啦。Sam 哥嚟啦 ！Tracy， 哎，啲精神几好喎！我介绍你识啊，我女朋友丁丁。Hello Tracy， 你好啊 ！Sam 哥，你都鬼马啦！啊，系，冇听过你话拍拖噶噃。 拍拖唔使周围讲啊，朱 Sir。我同你介绍，朱 Sir 咧系骄阳社嘅话事人 ，Simon 同阿 Mon 咧就喺度帮手嘅。Hello。大家有嘢食啦，我食啦，嚟啦。你啊，你知唔知啊？我足足2个月冇收过你 email 啊，我仲以为你俾嗰边啲绵羊担咗去添。我部 book 坏咗啊，而且咧我又参加咗几个庆祝班，都好忙啊。到临翻嚟之前咧，先叫朋友拎部 book 去整。咁你都要打个电话翻嚟俾我先得噶，你知唔知我担心噶 ？Sorry 啊。
送俾你咧，代补数啊！喺澳洲嘅兴趣班度学呢啲嘢啊，我都要识少少嘅啫。几得意啊！多谢晒。食得啦！有辣酱呢碟咧，就系 Sam 嘅，冇辣酱系 Trace 嘅。你先啦。哦，唔使客气啦，我都唔肚饿。不过 Sam 讲住嚟，连晏都冇食啊，我惊佢饿过龙会胃痛啊。丁丁人又靓又细心，同 Sam 哥你好衬啊！ 梗系啦，我好拣择噶。吓，人哋赞我啊，都唔系赞你。咩啊？咁都要我眼光好先拣到你噶。Sam 哥唔知眼光好啊，而且心地仲好好添。我自细咧就喺孤儿院度长大，后来意外撞车之后，个人就变得好孤僻，生存又冇意照，觉得呢个世界上根本就冇人关心我嘅。好彩得 Sam 哥鼓励我，佢叫我唔好放弃。 而且佢仲教好多助人嘅道理添。后来佢帮我申请到慈善基金，过澳洲做手术。虽然而家手术失败，但我都唔会放弃，因为我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人关心我同埋锡我。睇嚟唔单止你有眼光，我都有。所以你前景好乐观噶。系咪啊你？丁丁啊，你系咪 Sam 哥嘅同事嚟噶？唔好意思啊。喂，OK， 即到。 有 case 要做添，好啦，我哋要走啦，下次再同你倾过啊，好啦，拜拜，拜拜，第日再见啦，朱 Sir， 有嘢要做先，系啊，我都唔算系 Sam 嘅同事啊，我系发展部嘅技术员啊，拜拜。 Sir， 死者系一对母子嚟嘅，俾人发现嘅时候，两母子系瞓喺房入边张床度，床边有一盆烧过嘅炭。 床头柜上边有个装安眠药嘅空樽，仲有两包医生处方嘅精神科药物。我哋怀疑可能系呢个精神病嘅阿妈带埋个仔一齐自杀。发现命案嘅系个仔嘅班主任，佢话个阿妈寻日帮个仔请咗一日假，但系到今日咧都见唔到个细路翻学。打电话嚟揾佢哋又冇人听，咁所以个班主任上嚟睇下，上到嚟咁钟敲门都冇人应，但系见到个门拉有啲嘢塞住咗，觉得可疑，跟住报警。唔该晒，邓。唔该。 点啊？照尸班同尸僵嘅情况嚟睇，死亡时间应该系前晚8点到10点钟左右。两个死者块面已经转咗系紫蓝色，初步推断应该系吸入咗过量一氧化碳，导致缺氧致死。唔该晒。 丁丁 Kelvin 做嘢。 咩发现啊？你睇下，呢个咪林少聪。最新剧集《逆天奇案二》已经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啦！北美嘅观众仲等咩啊？快啲去下载呢个 Apps 嚟煲剧啦！